你要去倒位？冬莲，我们那时候，一直跟孩子们就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家师兄他也不喝酒，也不抽烟，也不嚼槟榔，反正所有的他的生活习惯是很好的。我们那个地方空气也很好，为什么会有这个病？就是就想为什么那时候就是心里很焦虑，也很着急，很苦恼的时候，只有一直想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各位好，欢迎收看大爱会客室为您介绍的好戏。同学早安，来欢迎这戏里戏外本尊跟我们的演员。首先来欢迎的是张氏师姐。主持人好，全球的观众大家好。继续来欢迎的是苏明明，明明姐。主持人好，大爱观众大家好。其实我觉得女孩子好像从小不管是受教育也好，后来自己有一份工作也好，很多都是会被期待的说啊，我该嫁一个好翁吼，相夫教子吼，就算是成为职业妇女也好，大概都是会离不开说走进家庭的这一段。那当时候的您是我们知道说是有人帮你们做介绍嘛，对不对？早期哈，我们就是很单纯，然后也没有想到就是要什么什么规划，完全没有，所以就人家介绍看说，哎，好像可以找个对象的，那你就很顺其自然的去接受嘛。大部分应该是这样。那时候的这个生活状态，因为先生后来其实年纪也50来岁就生病，你当时候的心情起伏很大吗？是有，就是想尽办法说用什么办法可以把我家师兄用什么办法可以把他医好，就是一直往这个方向好，来思考。那时候因为我公公还在，我又怕他烦恼，又不敢明说，只有我先生他本身是知道的，他自己知道。那反而他表现好像很坚强，就说，不用烦恼了，没关系，我现在还好了，觉得还好这样子。可是，我心里也不敢说表现出我很焦虑啊，或是很着急啊，我就没有表现出来，因为在公公面前，我直接说，啊，他肝不好，检查出来肝不好，要治疗，我就这样啊，我公公的人他很单纯，我讲了他就最先就相信，后来越治疗会觉得说他越来越消瘦，体越虚弱，我想我公公自己心里也有数，有数说那不是普通的病。所以当先生离开的时候，公公的当时候的状态是还好吗？我认为我公公也蛮坚强的，他就是他比较相信这个冥冥中自有安排，他就讲说，哎呀，这东西命了，他就是这样，可能用这样来安慰自己吧。是是是啊，所以也表现对你来讲有帮助。我认为那一段时间那个心情就是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变成好像没有办法去思考说到底很伤心或是很难过怎么样，好像有一点不知道如何是好，也不知道如何去适应他，可是尽量的在公公的面前我就表现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就是很正常的这样，他就陪伴着他，只要从学校回来就陪伴他，然后三餐照样的吃，然后吃饱晚餐以后，我就坐在客厅就陪着他，有时候常常就老人家跟我两个人就相对无言了，就只能这样，也不知道说什么。后来我想一想，我就会比较主动的
也不知道聊什么，我就会跟他讲啊、哦，学校今天哪一个人的孩子，你知道谁？你认识吗？哦，他说知道啊，他爸爸就是谁谁。我说他今天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啊？是，一些那一些哈、哦，就是找话题，尽量跟他聊，就是、转移他的焦点这样。啊，慢慢，因为他自己那时候虽然80多岁，田里的工作还是他。还是他在打理。了解，我觉得听我们昭正老师这样本尊分享这一段之后，再去，也许我在看重播，或者是再去思考明明姐她所饰演的那段时间，我就能更能够理解你那时候所表演出来的样子跟心态了，就是很安静、很温暖，然后自己有苦要过，可是呢。都不敢表现出来。对，然后你知道我刚才在看你的表情，你也是很专心在听老师叙述，哎，对不对？对。就像我讲的，我说从老师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对。你看他刚才这样叙述，那么淡淡的叙述那一段，我们就收获不少了，真的，对不对？尤其对于生命这件事情，不论是早或晚，他虽然说那时候他可能心里也很澎湃，可是他可能会藉由，他很替人家着想，然后替公公着想，然后会，把事情转移到学生身上哦，你看。这点点滴滴多贴心啊，所以您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是把他表演的这个出来也是这样子的一种氛围，但是又是很谦卑、很淡淡的，什么事情都是像他这样子，都是淡淡的在讲。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历练啊，是跟从小的这个成长环境是有关吗？父母亲或者是您周遭的人，可能类似面对这样子人生的这种起起伏伏，可是心要很平静。应该是自己想说，我不能让孩子们操心，也不能够让公公他看出我很伤心或我很就是那一种悲伤的样子，让他看了以后他会情绪会受影响。最主要的是外表装着很坚强了。事实上应该是这样，并不是说我原来就可以心平气和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伤痛。懂。其实我觉得在座的两位女士都有这样子的特质。我觉得老师真的有非常非常明显的这种特质。我想也是，因为我在演那个戏里头好像。看出来他本身个性就是善知识。了解。人家说一个家庭，一个女人啊，尤其是当了妈妈的女人，就好像一个汤口赶快，对不？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她自己要先稳住。就像昭正老师说的，其实我也有心情的起伏，但是我要怎样？要先装作坚强。对，装了坚强之后，我坚强了，身旁的人会被你影响。当他们坚强起来的时候，这个家就不会倒，对不对？我想这个都是。自己的想法一念，如果愿意去做到的话，是很勇敢的一种表现。尤其在小孩子面前，是他们反而会安慰我啊。你如果想不开的话，你就想说爸爸是出国，是来那时候我大女儿跟二女儿在美国已经在那里就业，你就把他当作是说，他到美国来常住，哎。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心平气和，所以很多的情绪都被隐藏起来了，对不对？然后慢慢的有诉说的机会，然后才去一点一滴的释放。我要讲我大儿子啊，原来他就跟阿公赶快，他就很木讷，什么平常你有问他，他才有回答，不然他就乖乖读他的书。可是从他爸爸一生病以后，他变得长大，他突然他就很懂事，就变得很贴心哦，就三天两头就爸爸现在怎么了，现在怎么样，好像
他是长子，那一种突然长大的感觉，就这样。然后啊，爸爸走了以后，他们小孩就给我讲说：“妈，你像一棵大树，哦，我们都要依靠这一棵树干，所以你一定要坚强，我们做我们的依靠。”啊，我想说，那我现在我的生活也是以这些孩子为中心，跟阿公为中心呐、啊。哦，不是因为我自己啦，我会的，哦，你们放心，我阿公我会照顾好，就这样，只有这样子。哇，这个部分的话，我想话不用多说，真的，明明姐也提到了，真的只要听老师说一席话，很多很多的感触就在心头，可以把它写下来，好好的做个学习哈，转念很重要。那自己转不了的时候，身旁的善知识也很重要。他们这个家的善知识，这个孩子都是很棒的哦。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大爱剧场，感恩两位的分享，感恩，感恩，感恩你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我们下次见。